要变天。全台湾今日日各地拢是一份到好天，这是难得的好天气。为暗时开始，热带性低气压慢慢啊挖进水气增加，尤其是伊的路线，加顶礼拜泥沙风台进行，加上有淡薄季风的加作火，会落大雨，山区真够造成灾害。啊，那中南部影响当然就较细。啊，所以讲伫拜六礼拜夹通过巴士海峡，北部东半部会落雨，后礼拜淡薄季风会较透，全台湾的气温会小可降低，到后礼拜二才会变较好天。啊！伫咧湖水受水，真自在。平常带狗散步，心情真轻松。今仔日下早的天气真烧热，不过暗时啊，恐惊佫要变天咯。我们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，它会以比较偏西的方向通过巴士海峡，到了明天会来到台湾西南部的海域，之后会以西甚至有一点点西南西的方向进入南海。热带性低气压今仔日明仔载上我台湾，真要甲看路线含泥沙风台强强要相像，感觉拢是为台湾下边趟过巴士海峡，为南海驾过。哇！整片山掉下来耶，吓死人了！龟山平安尼放落来，后面就拢惊一跳。掉到一半。那个进程，慢，小心哦，小心它的强度也是比较弱，就是这之间的话时间没有配合的比较好，所以共伴效应的状态就没那么明显。不过气象局提醒，到拜六礼拜，热带低压外围环流加上淡薄季风，基隆、北海岸、基隆地区含大台北山顶，嘛是爱注意为所在会上大雨。啊，后日北台湾温度转凉冷，直到大后日天气才会慢慢变稳定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